但是做很方便。这一件来哦，又不用搭配套装就好了。对，这件我身高158，穿大概在脚踝上面10公分吧。还有空间，还有娇小妹妹都可以穿，不会拖地，不会落地，很刚好的长度，不会要长不短，要长不长，要短不短的。对，这个长度非常刚好。那它的有这个英文字的图案，然后它是做假两件的设计，底下就是 A 字的裙摆。那主要是它整件非常的大，就是 L 号、XL 号码都可以穿，它胸跟肚子是非常够的。那袖宽的地方也很够，因为它大概是做落肩的设计，可以看它的大小，它真的非常大。一般身形，妈咪穿到身绝对没问题。然后产后又可以修饰你的小腹。它的颜色三个颜色，我知道是杏还是卡其，看一下哦。三个颜色，杏咖蓝。好，我身上的是杏，然后这个是咖蓝，蓝其实它是有一点条纹的哦，它是织纹的关系，织纹，对，它本身的会有点像条纹一样，但是它是本身织纹的关系，所以布料的关系。蓝色很特，它有做这个加长件的车线，没错没错，但它后面就是一件式的哦，后面是平面的，平面的，好，就是还蛮宽松，比较慵懒系的，比较慵懒系，所以就是你就算这样直接这样穿也 OK， 没错没错。但如果你比较那么慵懒，就是像我就背一个斜肩的包包，或者背一个那个链条包，就整个变得很有质感，而且现在大家手机链都会对。